今天我们要用水果来制作水果可乐糖葫芦。搞什么搞什么？我是阿星。对，马铁，为什么要这样？我是螃蟹。今天呢？我在擦枪。擦枪了，擦枪，擦枪，擦枪，是擦枪。你要是会走火吗？我今天两个人呢，要来制作糖葫芦。大家都有在夜市里面看过糖葫芦，对吧？最常看到的应该就是草莓糖葫芦。其实糖葫芦是山楂吧？可是不好吃。对对，不好吃。最常看到的就是番茄糖葫芦啊，番茄，对哦，对，我比较喜欢吃草莓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制作糖葫芦，不过。不是那种串起来，然后直接变成糖葫芦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上面淋糖，太多糖了。那个没错。我们今天呢，要来换上另外一个跟糖一样差不多有关的代名词。我们呢，还要把糖换成可乐。可乐，没有错。我们要把外面狗的那一圈都变成可乐。我看到很多直的影片是成功的哦。今天呢，我们呢就来复刻这个斗圈圈音上面的料理。来，我们今天呢准备的料理有三个，一个是戚风葡萄，还有我们的凤梨，最后是我们的芒果。那这个葡萄呢，是我们在那个短影片上面最常看到的。对对，最常看。另外两个，我们要来测测看可不可以成功。大家如果今天这部影片成功的话，你可以在家里尝试这么做；那没成功的话，就不要做。没成功的话，你串起来直接吃。接着呢，我们来准备一个小竹签。我串葡萄，马田处理凤梨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好，已经切好了，一半。我还以为已经切好了嘞。我们来串个葡萄啦。你要吃几串，马田？所以我说三串，你每串给我一颗吗？是不是？你这样串起来，小朋友应该会蛮喜欢吃的，很像那种日式团子啊，好漂亮哦。为什么这样串这个葡萄这么有疗愈感啊？要吗？上班啊？你说家庭代工是吗？可以帮夜市摆摊的人串，搞不好这个东西流行起来之后，夜市就爱卖这个了。一串多少？我不知道水果的价钱。这感觉起来，一串如果是观光夜市的话，就是要削外国人的钱嘛。观光夜市是这样用的吗？一串30吧，太便宜了吧？好，结合葡萄，这是巨峰葡萄，对，好像100块，哦，很贵耶。那这样子我根本赚不了钱啊。是啊，你现在才知道，一串40，感觉我就不会想买了。你一串30的话，你有4颗，4颗除以3，你就觉得啊，一颗不到10块钱，还可以啦。但是你一颗10块，你就会想说，哇，一颗10块，一颗10块好贵哦，咬一口10块，是很难吃。我想到了，哎，不要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那哪样？串不同口味，对，串不同，你就感觉不出来了。哦，因为没有办法换算。对 ，Holy smart， 要怎么切？切块吧。我们这种不甜的也是要把它切进去，这样才会串起。掉了我裤子，哇！叫了一个小的，撕了一个大的。怎样？知道我刚才在干嘛吗？到底在干嘛？我洗凤梨。我在想了很久，要不要说？哎，真的没有人会洗凤梨耶，对不对？没有人，没有人洗凤梨。你是第一个洗凤你自己的，洗凤你自己。接下来是芒果，芒果，芒果最好带皮啊，这样可以让他知道是真材实料，就跟马铃薯带皮的原理是一样，是这样的吗？猕猴桃要不要带皮？猕猴桃 ，yam。啊哈，哎，这样看起来丰盛多嘞，是不是？50可以吧？这可以50哎。这样卖30、40，你会生气；但是要卖50，其实成本没有差太多。对，但你就会觉得，其实凤梨比较便宜吧？如果贴起来的话，你就会觉得哦，好像可以嘞。我们扩张了30%，然后还居然还加价，加价了多少？60%。对，smart， 噔噔，完成，家庭代工。巨大版的，我靠！我靠！手差点没了。他刚刚这样子戳上去，然后那个竹签从他这边划过去。你想想看，要是那个竹签直接刺进去上面那个地方，切在那个指甲中间，指甲中间插进去，然后这样太多电影了。然后你要把它拔出来，然后拔出来，然后然后在血中喷，然后喷，然后很痛，按不了那个救护车，就这样死掉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插进去的时候，那个竹签的那个竹还在里面，是倒刺，然后全部翻开，然后拿去冰
啊，明天见。经过了一天一夜，他在冒着冰哎，看得到吗？他那个冰器，我们准备的东西有我们昨天弄好的东西，然后呢，两个汽水，原版是用汽水，但是我们额外买了这个维达利。好了，我们先来试试看可乐的版本。那做法很简单，准备了一个这个小小的东西，然后倒入冰块，可乐薄薄一层盖过冰块，对。其实我们的声音，这个声音听起来就很消暑，不觉得吗？为什么？就人类的脑袋已经听到这个声音就觉得好凉哦。对哦，但如果没有喝过可乐的人不会有这个感觉。对，就只有喝过可乐的人会有这种感觉。好的，说了这么多，来拿进去喽。你先，就是这样子把它盖在里面吗？对，应该要把冰块盖住，如果不够冰的话会不熟。好的，东西下进去之后，给它泡个三分钟。鱼起司要为什么要这样泡，不这样泡？你说直接这样？对啊。哎，聪明，靠！对啊，为什么不这样做？对啊，来，我们做另外一款维大利，好像更聪明哎。对啊，维大利好臭哦，所以才要试啊。What？ 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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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吓我啊 ！OK， 三分钟，可以吗？会成功吗？它的原理是什么？怎么可能会在上面结冰呢？因为公司很冰吧？因为我们在讲笑话，我们对着我们要一直讲，一直讲讲笑，讲笑话讲三分钟吗？对，变冰块了，马上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吧？我们来先来开箱，够了吗？可乐版本，这个，有哎，有哎，上面是冰霜哎，这个超明显哎。对耶，快点，我要吃喽！你先吃，我等你。等一下，这个，你就三位一体。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但不好看啊，可乐。好了，我先吃喽。啊，等一下，撕开，用力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哇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哇，哇，妈，超好吃哎！我吃凤梨。哇，凤梨好吃吗？凤梨冻过之后，纤维变得有点怪怪了。哦，对了，不像凤梨耶。好像吃那个沙冰冰沙。好，来试试看芒果。哦，好像真的可以摆摊的感觉。完全可以。夏天是可以的，冬天会死掉。一只麦克五十，完完全全可以。外面那一层是真的是霜哎。你看，你看，有没有看到外面有一层黑黑的？那一层是可乐，很好喝哎！好久没在频道上面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。但是葡萄咬合好像不太行，是吗？我觉得葡萄水果味，但是你咬到里面吞碎了，对，但是你不会吞下去啊，对不对？我会吞到，葡萄籽可以吞到，是的吗？可以啊，不会长色素吗？我觉得葡萄最好吃。对，跟可乐味道很搭，葡萄跟可乐完全完美，完完全全就是要用葡萄。另外几个吃起来有点像冰沙，另外几个没有水、啊，水分比较少，有可能西瓜也不错。另外一个好吃哎，真的超棒哎，天平和分吧，噔噔噔，超棒，可以啊，好久没看到双五分嘞，很小成功。好啊，我们是看台湾人的维大利，有。哇，这个很像哎，糖葫芦啊！对，只有葡萄很像哎，有够像糖葫芦的啦！你大家可以吗？它没有不够冰块，它外面所以这个不成功，对，应该是要铺满冰块在上面才够冰。你大家可以吗？哦，搭的是搭的，比可乐好哎，那个水果味更。我比较喜欢跟水果，味道是搭的，这个味道没有合在一起，但那个水果味很搭哎。平和分，等，四分，大家成功。Alright， 今天这集差不多到这里告一段落了，好久没有做到这么成功的东西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别忘了给他留下一个大喜欢，让我们知道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卖上一杯，对，180，500吧。买太贵，白痴啊！500才会买。OK。
这样吧。